早晨遛遛狗，一会儿出去，我们出去玩去。他就看家了，就不带他。早晨放放他。给我泡的凉茶，拿个保温袋儿。等一下，我看看。冰箱里的小毛巾，给我拿着。拿块冰块吧。好的。再拿两块冰块。怕我热呀、其实你看人家穿的多厚，我怕冷，怕我热。哦，哪你这么怕热的呀？你看这是冰袋是吧？冰袋。太贴心了。好的。这结婚了就是不一样哈。没结婚也对你贴心。所以说得保持下去嘛。谁保持？拿两块小饼干要不要？好的。是啊，这。叫什么？台风来了！台风来了！那边发洪水，是什么大雨警报出来的？刚才遛狗的时候还没有下雨，这刚上去半个小时，下了一场雨。天还行。上车了，拖鞋，享受啊！司机开车，老婆是吧？出发，就是在日本用直接用中文导航一点问题没有。是。两个半小时是吧？三个小时。在中间去抽两支烟，我再。休息，差不多三个小时。这多好，这享受，这玩的串儿。你刷子没带？我头发短，还是往头上蹭。现在开始在山里面穿来穿去，并到大路上了。刚才就是山里面的小路。去超市，他去买咖啡，我去点根香。操一下，这大车我们跟了20公里得有了吧？这个路太窄，始终超不了，只能慢慢悠悠跟着。而且是永远保持了一个速度，40码、50码左右。是，没办法，这个路窄，不能超。上次他在这儿看钓鱼的，这次带我来看一下。看到了，路边呢。还有多远？还有40分钟。很近，很快。那边还有人钓鱼呢。这鱼竿好长，你看。其实这样，你别看鱼竿挺细的，挺沉的，好累的，这样。这样的鱼竿敏感吗？上钩的鱼竿马上就能感觉到。倒是挺危险的，这也在钓。我就抽支烟，这是抹茶冰淇淋。漂亮吗？你吃吧。你不吃？我不吃。不吃。现在当地茶适应。尝尝。
到哪儿首先看就是辣椒。嗯，不是很干啊。太吃辣的了。看到辣的走不动路啊。嗯，他这里辣椒真的辣，爽。哎，买的这个吧。这冬瓜。哎。要便宜才120-130。就这么一包花生，15人民币。到地方了，嗯，到地方了。嗯。它上面有太阳的。嗯。先锋瀑布。啥叫不动瀑布？这瀑布不动吗？这名字就叫不动。嗯。小水区。啊，这个小水呀、啊，很干净，很干净。嗯。你渴了就喝呗。上次我带我妈来的时候，我妈也拿个小水电哈，那在路边凉水，可凉快了。嗯。这就是瀑布吗？啊、嗯，在。在波卡拉随便找个地方就比这大了。走，往前继续。就是这样一个瀑布。真的夏天的时候，过来下是可以游泳的话，一点都爽。那肯定是爽。这个马上就到桥了。这个是还修缮过了。这还修过了。嗯，有些颜色更深，就它好像铺过地板了，好像。啊，这么窄。嗯。人说了3人以上。就我们2人呀。我一个人顶2个人了。没事的，走。哎呀。走慢一点。太窄了。我牵着你呀、啊！妈，好高啊！哎、你快点走，别让我看了。不我不看。妈妈，你看这水好绿呀、啊！快走，快走！我去去去！不害怕的。我不去。这个比刚才那个长啊。害怕了，你走前面，我走前面。你走前面，牵着我吧。哎，我哪能老让你在前面走？你反正。退后也有一座桥，往前走也是一座桥，那只能往前走吧。嗯。太窄了。没事，跟刚一样。他是长了一点。他老晃。哪儿了？你咋把手拿了？我不看，不回头。这小碎步跑得好快。又吓出一身冷汗来了，挺长的啊，但确实风景还是很漂亮的。这是比较滑呀，都是青苔。现在心还在跳呢，这个走吊桥走的。没事，你扶着这个。这里美如画呀，很漂亮的。你看手机里面拍出来好漂亮。好、哦，这条小路。啊？不用害怕，不害怕。
其实现在心还在跳，走那个桥走的。前面是不是还有座桥？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太好了。我应该骗你说，还有，让你先有一句。哼，哼。哎呀，这叫黄蜂尾上针。下一句大家自己找去吧。快。瀑布看完了，现在去吃饭。吃饭那边。嘿，嘿，那么晃的厉害，这还要厉害。那你把饭给我送过去好不好？啊？那我自己吃了得了。啊，点个便当，你吃完了给我带回来。经历过千辛万苦吃到的饭是最香的。哎。